好，跟住蒲殼，你一睇我知啦，着 Devos，
佢嘅絕招嚟㗎，步康。佢本身嗱，你見啦，今年 D-Rose 嘅表現啊，直情又唔可以話翻得翻佢以前或者 MVP 年代嘅佢，但係你見佢今年表現咧，的而且確咧係令人好懷念啦，好感觸。我都好感觸，因為我同佢好似，我最似佢嗰樣嘢咧就係、是一樣咁傷，冇啦之後冇嘢同佢一樣，除咗一樣咁傷。好啦，所以我係好似佢咁傷嘅。浩克係點做嘅咧？嗱，同樣 outstop， 但係咧，浩克咧係會再可以跳多兩步，即係唔係停啦 ，outstop 係停。浩克一般係會點用咧？假設阿豪媽我，好啦，調轉嘅，通常咧男仔係咁受波嘛。我哋過咗第一個敵人，好似 D-Rose 過咗第一個敵人，然後我哋喺呢度要對付第二輪嘅敵人，我哋會選擇浩克睇住個動作，阿豪記定唔記得住？左手拍波衝埋去，見到敵人嘅時候向左跳，好啦，跳嘅時候啱啱停，就側身向住個籃，因為保護個籃放波嘛。但係浩克咧跳起嘅時候咧要轉身，腳掌向翻入去，然後放嘅，睇唔睇到？會有第二步向前嘅力量。再睇多次，拍攞埋個籃。睇唔睇到？再睇多次，拍波向前邊，跳跳埋去放。然後再跳，我哋第二步，我哋跳起第一步，跳起第一步，轉身落地，記住有敵人嗰邊嘅腳喺前面保護，另外兩隻腳一齊指翻向佢框，然後跳起放籃。其實你相當近嘅籃噶啦，一樣唔好用手指，用手掌。OK， 拍。我冇嘢，比較係你記住喎，應付第二輪為主喎，而且係咁樣吸起個波跳起，我哋抽抽嘅時候，搬吸起跳再跳多步，食住個位，好唔 OK？ 呢個就係浩克。D-Walls 嘅招數，唔係我係 D-Walls， 我都想 D-Walls， 我通常係菊花嚟。好啦，今日嗱兩個 Pass Stop 同埋 Pull Hop， 記住 Pass Stop 就比較啱低位球員啦，可以出牌跳，可以轉身飛下去，或者 Hop， 係咪衝埋去？因為我哋側身飛，飛又飛又得。又或者衝埋去，衝埋去，波，又得。好啦，浩克，記住，我哋係第一次 ，OK， 一周換第一步，跳跳埋去，波。你明白？你係跳過咗呢個人嘅，記住個動作係跳埋去，得唔得？應付第二輪嘅動球，可唔可以？好啦，今日浩克唔拋鬆。